Hello， 大家好，我是 Julie 孙兴怡啊。今天我来到了朗豪坊，咦，有些新发现，带大家去看看。咦 ，Hello， 你好。Hello。点称呼你啊？我叫 Bosco 啊。系 Bosco。Steven 你好。咦，你哋喺度做紧咩啊？今天是中秋节，我哋就代表朗日花园集团咧，向长者同埋呢个买家咧，赠送呢个我哋新嘅制造嘅月饼。哇，送月饼是不是买朗日花园就有月饼送啊？是啦，因为今日呢我哋係面对呢个以往嘅买家呢，佢哋过嚟就凭住佢哋嘅回执就可以攞到一份精美嘅月饼啦。哦，即係货以前买落嘅买家都有。是啦是啦。哦，咁即係好好喎，起码呢你哋冇忘记到佢，即係虽然佢已经买咗啦，但係呢你哋关怀都送俾佢喎。是啊，喺呢个节日入边呢，我哋係好希望呢个人月两圆嘅，我哋更加希望以月饼呢种方式呢去增加呢个老人家呢对佢哋嘅一个关心啦，或者我哋觉得呢种咧都系一种方式咧去宣传我哋嘅一种新嘅礼品嘅。嗯，哇，我真系好中意你哋嘅关怀行动啊！即使咗咧已经系买咗啦，朗日花园之后咧，佢哋都冇忘记你喎，喺中秋佳节嘅时候咧，都系好记挂住你嘅。嗯，我中意呢种嘅温情啊！多谢你哋，多谢多谢多谢。嗯，好，拜拜。朗日花园的英文名字叫做 Hildenbank Gardens， 听闻这个名字的来源是很有意义的。 Mr. Jack Hildenbank 先生当年用市价加优惠条件转让这个土地给朗日基金会主席陈先生，他唯一的愿望呢就是这块土地可以帮助到华人社区，以报答 Hildenbank 先生当年在香港得到华人的帮助。所以朗日花园就是要兑现这个承诺，而且将这座大厦命名为 Hildenbank Gardens。 David 啊，我们讲了很多朗日花园的优点，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感兴趣。是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过来我们朗日花园豪华长者大厦的销售办公室仔细地查询，选择自己心头之好。